没想好，反正就拍的很紧嘛，就我把它弄下去了。很长时间都是有界限的，就是艺术很在很长时间，艺术都是独立于生活之外的一个东西，因为，因为那个时候的知识，然后受到文化的这种影响，其实到现在，感觉比较无所谓。你呈现的这个东西的这个样子，其实倒不是特别重要，就是你认为只要是你自己想做的东西就行。关键是就是你，我觉得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，就是在你做完这个东西之后，你跟这个东西如何相处，因为你跟他就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，你怎么看待他，你对他的态度，我觉得这个。儿子，吃饭了是吧？形成了一个印象之后，一个确切的印象之后的话，然后我再把我坐在上面体会到的我自己的这样一个身体的信息，我觉得我直接给它放到这个我画的东西上面，
然后画的时候，实际上完全是根据，我觉得就是，是根据一种身体感觉，就是跟我当时，就是说我坐在那里，就体验我自己身体的这个形状的那种感觉，就这样给它画出来。然后我觉得就是一个大的一个形状，然后一个空间。我在这个里面体验到的一种真实感的话，我觉得有一种我就是我自己身体的参与在里面。施加的这个力改变它的形状，这个力都是比较均匀的，而且是它自身的重力来影响它的形状。根据材料的特性给它做出一个回应，感觉有了之后的话，我就会把它放在油里面，继续的放在油里面继续来做这个东西。关键是我觉得就是你内在作为你自己体验，就你自己的感觉那一部分的话，我觉得它得到了一个非常通畅的一个就是一个就你经过了那个过程，我觉得就完成了。这个表面做到一个最光就最平整的一个程度。里面跟最外面它所有的状态是非常统一，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统一的一个状态。它基本上就是从我手里面滑出去的，这样的话这个力量不会，你看它滑下去的时候它是很润滑的，它不会影响这个破坏这个造型。就是它这个泥变成了这样一个状态的话，我觉得就是说上面的油最后的打磨包括这个颜色，我觉得都是对它一个完整性的，就是一个东西的自主性的一个确认。就它像自己就它自己有逻辑，你感觉它有逻辑，而且它从里到外是吧，它所有东西它是完整的，你感觉非常完整。你看像这个东西整个多完整是吧，它有皮是吧，皮是为了保护它的这个肉是吧，然后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，是因为里面的种子它要发芽，然后它需要一个过程，然后让它到地里面去，然后让它发芽保护它的种子。就是你看它完全是这就它有它的生物的一个逻辑，对它自己一个非常具体性。所以那个时候注意到那个树比较大的话，我就当时我就冲过去就是去抱着它，就是去抱着那个树，就是实际上是用我身体的这个尺寸在感受那个东西，在感受那个树的这种大小。对，然后我觉得啊，特别真实，好大一棵树啊！就实际上在那个时候，我觉得获得了一种比较真实的体验。哦，所以你就把这个体验放到了这个画面。觉得合适，而且我觉得看到这种感觉的话，而且我看到这个尺寸的感觉，我觉得就要像我看到那个树的那种大小的那种当时的那种感觉。会不会让你感觉是这样圆的吗？因为可能太大了。这个是平的，这个没办法，就是这。如果你是画画的话，这个画布本身是平的，这个是没办法的。也就是说，我在上面制造再多效果，让你感觉它是一个。让你形成一个突出的错觉，那个也只是一个错觉，就是那个错觉，它能让我觉得它
它不能够足够的带给我那种真实感，真实感觉得有那种一个实实在在的那种感觉，嗯，就是这么大的东西。我觉得跟那个看到一个大树，然后你杵着它的面前看它那种感觉，其实就比较像。更在乎的是它的这个空间的这个尺寸，一个东西的重量，它跟我们的这种身体的东西，在这种最基本的这种元素里面，能得到一种生长和释放，身体空间的一种联系。